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裔 Spider 的 Colin。队伍的缺失，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方法。没有其他枪支可以跟他匹敌的。另外一个层面的惊喜啊，一个礼物嘛。啊，目前来讲好像是有这样的消息，官方要推出黄金 PSG 1吗？你一些玩家在用自己喜爱的枪支的话，都会对这些枪支有一些就是一些喜爱或是癖好。对啊，那这次出了黄金 PSG 1，对我狙击手而言的话，我自己对它也有很高的兴趣。每个人在玩射击游戏的时候，要先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。